啊，直接开始哦！我是直接反向吗？我刚刚设计是那样子。大家好，我们是小芳家族。然后呢，今天很开心，小芳本人来到现场。我们总共有六个人，可是今天还有一个妹妹没有办法到现场，因为她在吃尾牙。比我们重要，对，没错，所以我们等一下带来这首歌呢，就是在提醒他到底谁才是你的姐妹。我们是生气的唱，耶、yeah ！好，那我们先直接唱歌喽，怕你们等太久。好。小芳老师，要啦要啦，我们家有一个就是现在很特别的状态，就是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看着大家觉得很惊讶，因为我们很少一家人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后来发现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都单身。来开放认领哦，先从一号开始，对，500块是不是？有人举，五百，有人举牌了，500六，500六，哎，有人在加码吗？贱卖妈妈，500万啊，530也差不多。你要介绍一下你吗？好了，我是他们的妈妈啊。妈妈，妈妈，妈妈，母亲，好妈妈啊，可以吗？母亲，可以，可以。啊，我们叫 Dina 哈，他们就叫 Dina 这样子。好，那我的名字叫张小芳，所以我们的团名就叫小芳家族这样子。嗯，我今年18岁。哦，很明显哦，你一定要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你大概一岁就生我。哎，还是我生你？出来讲，哎，我也不知道，忘了。谢谢大家，耶、yeah, ，小芳老师。然后直接我们家里的顺位好了，你就按照。哦，好，我是最大的，我叫小明啊，水灵。然后呢，来现场找男朋友。好了，我没有什么好介绍的。我现在在那个台东诚品上班。那么近。然后谢谢店长来听我唱歌。好，我是我们家的老二，我叫伊卜，然后我现在是在我们部落的国小当代课老师，对，所以你们可以叫我伊卜老师，可以不要吗？我姐姐也可以啊。伊卜阿姨呢？不行，你拿伊卜。我都跟小朋友说，你们可以在外面叫我姐姐啊。对，强迫他们只能叫姐姐。好，还有一个妹妹，她在台北工作，她是第三个，我们就忽略她，反正她只要她不来，没错，换你，没错。好，我是家里第四个，我叫 Langus， 要介绍吗？什么都要介绍，也可以介绍你的性向啊。啊，你这么敏感的话题，妈妈不要听啊。妈妈很开明，妈妈是个很棒的妈妈。我在国小3年级就跟她出柜。啊，对，来，我们给她一个掌声。哎，她怎么说？她是边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她就说：“妈妈，我喜欢女生。”然后我妈说：“哦，是哦，继续吃饭。”她就说：“多交朋友是好事啊。”好敏感，这个话题好敏感，欢迎你。好，那我是家中最小的老幺，然后我现在是高二生， yeah. 对，那就这样。我是最大的嘛，他最小的，你猜我们差几岁？猜有没有人来猜猜看？四岁。4岁？有没有更高？有没有更高？四岁。四岁小孩子生得很紧，妈妈还是你怀孕是3个月而已。嗯，这个嗯不好讨论。我们差10岁。我们差10岁、嗯。看得出来吗？哎呀，我就是在等这句话，不然我干嘛讲这个？哎呀，很棒很棒！你等一下喝什么？我等一下拿那个饮料券给你。好，好了，介绍完了之后呢，今天我们有一个妹妹要特别的来今天这个现场挑战。对，因为她平常在我们家唱歌的时候，她都是会消失的那一种。就是，哎，彤彤，你刚刚有唱吗？可是他只要一旦唱，就是像我们刚刚排练的时候，那个彤彤的声音要再关小声一点。对，稍微不要太大，因为他等一下唱一唱就是哦，唱到山那边去。叫他等一下来挑战自己的个人秀。母亲可以下台了吗？我们都要下台啊！哦哦，我们全部都要下台啊！对，还有你。我们就表演到这里，谢谢大家。没有啦，就是让彤彤唱。不用。耶、yeah. ！好，那我要开始喽。你到家打给我，记得报平安啊。好，大家好，我是刚刚家里第四个 Langus， 然后我很紧张，原因是因为我在家里，就是我自己认为是自己家里最不会唱歌的，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他们对，哎，但是我有一件事情他们全部都不会做，就是我是家里唯一会跳舞的。哇，就是上帝只会给你一个优点，不一样。我们是舞风不一样，不是会不会跳舞。你们那种走地板，走地板那种是舞。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这是我哪是舞？好，然后就是我今年20岁了，我20年来第一次在外面
这样子很像一个赌场的感觉。然后如果中间有任何失误，还请大家多多包涵。哇，生气哦。然后因为就是我知道姐姐他们可能是觉得说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撑全场，所以我就带家里创作才女，我的唯一的妹妹，我的呵呵，来帮我 cover 我。我变音的时候她就会唱，所以你看我唱一唱，她突然唱的时候，代表我那个时候变音。我们也听得出来。好，那我们要带来这一首张惠妹的《装醉》。装醉了，装醉了。
我第一次鼓掌，我都没有那么紧张，我很棒啊！有，我刚刚看到你闭眼睛了。别再装着了。闭眼睛唱有放感情，很好，可以，很棒，很好，很好。现在就没有我的事情了，我要下去跟你们大家一起喝酒看表演。你不是要在上面吗？